那这次的话，你看，比如说武打什么的，你刚才说有多动症了，然后拍这个剧，我估计是那种什么吊威亚什么的，是不是玩的特别嗨？嗯，还挺好玩，但也没那么好玩，因为天气又热，然后我那个衣服其实说起来打的话还很不方便，尤其是到后期有那个韩光君的服装的时候，那个袍子那个袖特别长，快一抬起来都到腿的那种长度，然后再挥剑的话，很容易挥到，戴的那个冠也特别高，很容易就打到甩到冠上。而且你还得保证动作做得特别美。对对对，打的同时你还不能用那种很，你身体很用力，表情又不能用力，表情又是那种，就是很还得面无表情。对。你们当时那个环境有多热啊？特别热，就是外面很晒，然后在棚内的时候又非常的闷热。对，因为阴雨季嘛，对。我们有一次棚内，然后就里面有蜡烛什么的，就是三分钟就又出汗，刚擦完汗，然后又出汗就。不停的补妆，对，然后暴晒。有查了资料说你在剧组生病了，没有生病，好像没有生病吧？这就算是澄清，是不是？这是澄清，真的没生病，好像。去贵州的时候，跟上头下线来着吧？去医院好几次了。啊？去医院了？啥时候去医院？你有没有？你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在贵州是？在贵州去医院了吗？去了，我还特地从北京去了一趟呢。我都忘了。我真忘了。